主播嘞，欢迎收看本周的点子生活科技周报，我是如如。本周的科技要闻有，华为在台湾推出 P8 精简版 P8 Lite， 还有积极为消费者打造智能家庭的小米推出了冷气机，以及 Apple 在旧金山展开为期5天的 WWDC。这一半的内容啊，包含了大家关注的科技新方向，还有家电生活，关心到不同的消费者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喽。首先，华为在台湾推出了 P8 的精简版 P8 Lite， 爱自拍的人一定要试试看哦。没错，这台就是主打自拍美颜功能，而且还可以针对手机的主人来做客制的设定，只要设定一次之后，拍照不论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和角度，都可以直接将照片中的你做特殊美颜处理后才呈现哦，真的超棒的。在规格的方面， P8 Lite 使用了5寸的萤幕，自家的8核心处理器，相机只是使用了1300万画素的相机镜头以及500万画素的前置镜头，并且支援 4G LTE 全频段与双卡双待。你喜欢自拍吗？ P8 Lite 将于6月15日起在远传独家上市，不要错过咯。接着是小米在今年夏天要推出冷气机咯。这款小米冷气啊，主打轻薄的体积还有超静音，有缤纷的蓝色、绿色、粉色三种选择。当然以智能的主打，那就要有智慧型连结的功能啊。没错，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的 APP 就能直接对这款冷气做设定，而且如果有绑定小米手环，也能使用许多常用的功能哦。除此之外，还能透过 APP 来观察家中现在的温度、湿度还有风量等等的资讯哦。但是目前资讯都还不太完整，点子生活会持续为大家追踪，继续和大家分享新的资讯哦。最后，相信许多果粉们一定都有守在电脑前面看，这是 Apple 在旧金山展开为期5天的 WWDC 吧。点子生活整理了几个比较吸引人的发表和大家分享。首先是加强了 Spotlight、Split View 还有 Windows Management 的功能，还有 iPad 加入了新的多功处理功能，以及 iOS 9将会在今年秋天开放。最重要的是 iOS 9加入了 Low Power 的模式，让使用者可以延长 iPhone 的使用时间，真的是让 iPhone 的使用者等了好久啊。其他还有一些新增还有更新，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Apple 更加重视使用者的生活性与便利性，有些功能让人充满了期待，但是很可惜不知道台湾的使用者何时才有机会使用到。今天看了这么多新功能，是不是很兴奋啊？希望 Apple 不要让台湾的果粉们等太久咯。以上就是本周的科技周报，更多新奇好玩都在点子生活。点子生活科技周报，我们下周见咯，拜拜。5 4 3 2，大家好，我是卢。